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N与 M 频道。上一次就同大家分享到石坚叔去到1963年演出过的电影，咁今一集开始咧，就由1964年开始分享啦。咁1964年咧就有《情侠情仇》、《洛阳奇侠传》、《柳叶刀》、《雪山飞狐》的上集同下集、《七宝金刚剑》、《江湖七虎》、红金龙大战蝙蝠精、白骨魔鞭、南北英雄儿女情、武当飞虎的上下集、兰桂怨妇、女侠脱脱儿的上下集、一剑恩仇、霹雳蔷薇的下集、魔宫神掌的上集、雪花神剑的下集、碧血金钗的大结局、白骨离魂针的上集、七杀掌、海底龙吟剑的上集、碧血金钗的第三集、满堂吉庆、神龙五虎掌、雪花神剑的上集、霹雳蔷薇的上集、情之义尽、白骨离魂针的下集、海底龙吟剑的下集。咁跟住咧就要去到1965年啦。1965年石坚嘅电影就有《玉女英魂》嘅下集、《鬼谷神珠》、《神雕女侠》、《紫电神风剑》、《无字天书》、《方刚三女侠》、《六指琴魔》的上集、《无敌神童方世玉》、《六指琴魔大结局》、《萧声镇武林》的上集和下集、《特务101》、铁金刚海空寻宝、魔月神蛙的上集、铁剑诛痕的上集、魔月神蛙的下集、铁剑诛痕的下集、女贼金蝴蝶、南北双雄、玉女英魂的上集、六指琴魔的下集、万变飞狐、八个凶手、如来神掌、怒碎万剑门，咁佢就饰演铁面修罗、刀剑双拦、碧落红尘的上集和下集、女黑侠木兰花、圣火红枫下集、豆蔻干戈上集、碧落红尘的大结局、圣火红枫的上集、勇特务智破女间谍、真假金蝴蝶、女黑女贼黑野猫、铁血恩仇录下集、金顶游龙勾魂岭、铁血恩仇录的上集、双凤旗的上集和下集、
萬劫門的下集大結局，豆蔻乾波的下集大結局，萬劫門的上集，火龍神珠第一號女探員，金蝙蝠，八大女俠鬧江湖的上集和下集，冷月離魂，火燒紅蓮子的下集，金鼎遊龍，百步迷中掌的上集，一劍情，百步迷中掌的下集，中原奇俠神探自破嚴屍案，劫火紅蓮的上集，金蝙蝠尋寶復仇，天劍絕刀，空中女殺手，女賊金燕子，貓眼女郎，碧眼魔女，玉女飛龍，咁呢啲咧就係1967年嘅作品嚟噶啦。黑野貓霸海揚威，七劍十三俠，星火紅風大鬧火蓮陣，黃飛鴻虎爪會群英，飛賊金絲貓，非無敵女殺手，閃電殺星，紅粉金剛，黑殺星，玉面女殺星，英雄本色，神探自破美人計，旺財嫂，血染鐵魔掌，玉女金剛，紅衣少女，玉女親情，殺手粉紅鑽，一步一驚心，神鞭俠，李後主，殺手劍，黃飛鴻玉搏黑霸王，武林三鳳大結局，鐵血火龍嶺，俠聖小飛俠小白龍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石堅叔嘅演藝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要唞唞先啦。咁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哋嘅阿 N 與阿 Leon 頻道。下一集繼續同大家分享石堅叔嘅演藝人生。好，今日拜拜。